外交部驻日经贸大使在原本的驻日代表冯继台申请退休之后，原外交部常务次长沈思淳担任重担，派驻日本做台湾的代表。外交部长杨敬天则是称赞沈思淳办事能力佳，至于语言只是工具，不是必要的。而外交部长杨敬天也同时强调，冯继台也是自己后来才学日文，四年前宣布冯继台驻日的同时，谁也没想到冯继台能够让40年没改变的台日双边关系改变。而沈思淳这一次代表台湾前往日本，准备得相当充足，秉持着承先启后的精神，除了要依循先前冯继台赴日所奠定的基础之外，更希望未来在驻日作为代表的期间，台日双边贸易能够更加紧密，政治合作面的走向也期望能够更为明确。过去一段时间，这个冯代表在日本3年多的时间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我想我到了日本以后一定跟这个驻日代表处的所有同仁呢，全力的合作，大家一起为台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呢，这个加强工作。那当然，这些工作包含经贸的这个增强，经贸互动的增强，包括人员互访的增加，也希望双方在对话关系上能够更加深化、更广化。所有的外交部同事都来送行，除了希望能够留下台湾美好的回忆之外，也带着祝福，希望沈代表这次能够代表着台湾，为两边的民众寻求更大的利益。台湾新闻黄宇俊在台北的独家报道。